学校新来的玉洁老师在酒吧喝醉，倒在路边醒来，却发现在他家。哥，你现在老火了，啥意思啊？之前你上他家睡觉那照片，我给发到学校表白墙。你脑瓜让闷极了，你这不瞎发啥呀？老多点赞了，都说你是建材通进城。你俩到底亲嘴准备啊？亲了。你杨少，别跟你亲嘴了，有病。刚才肯定是害羞了。坐对面去。宝贝。谁给你宝贝啊？没大没小的。不是，那天咱俩都回家了。我就是怕你在外面冻死，别老把自己幻想成小说男主行吗？幼稚。你这人，你秃了反账的呢。我感觉啊，你俩现在的关系就像我跟那个三班李倩关系一样。你俩啥关系啊？我俩没关系啊。这小子敢拿我抖包。下节不就他课吗？啊，你等着，你看着，你好好看着下节课。嗯。哎，你好。直接给这小子看毛。拿捏。我起身。啊。你留下。我。有啥话咱私下说呗，这教室里都学生，这影响多不好啊。听别人说咱俩在一起了。那都是别人瞎说的呀。干嘛呀？